在世间万有中，哪会有仿似耶稣？我愿颂扬，竭力颂扬，主爱是奇妙浩大，是我主，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日崇拜。今天我们主日崇拜要讲的题目是在患难中的感恩，因为就来到感恩节了。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二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你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借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好，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借着保罗的一段说话，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念到凡事谢恩。愿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无论是网上或者我们去到实体崇拜，都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嗱，我哋睇到咧，保罗咧，佢讲到佢喺亚细亚传道嘅时候咧，受到好多苦难啊，譬如喺以弗所啦，系咪？哇，真系全城啲人咧，都系要咧系逼迫佢啊！咁啊，保罗咧系啊，去到咧诶，路斯德啦，争啲啊，俾石头打死啊！啊，去到好多地方咧，都俾人逼迫啊！但系真系咧，佢哋话咧啊，保罗话佢连活命嘅机会都冇啦吓，指望都冇啊！就是自己心里断定都是要死的。咁特别咧，我哋睇到咧，保罗提及到咧，在遭遇重大嘅压力之下，啊，即系压力重压太重啊，但系咧，佢依然能够感恩。啊，今日我哋好多时遇到少少压力咧，唉，我哋就投诉啦，我哋就埋怨啦，啊，但系保罗咧。他为了主去宣教去传道，面对的压力大到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分享，就是在没有力量胜过压力之时仍要感恩。保罗是讲到说力不能胜，保罗已经是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人了，很有胆量的人了，很挨得苦的人了，但是保罗他传道都去到一个地步呢，你不能胜 面对个群众的压力啊，面对那些逼迫，他自己呢都断定呢是死硬死硬的啊，即是胜不过的了，但是他依然呢是靠着神的恩惠，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是感恩的时候呢，无论你面对几大的压力啦啊，你是办公啦，做嘢啦啊，或者是你处理一些的电脑的操作问题啊，好猛啊，好大压力啦，好烦啦，好多人是指住你做嘢啦，压力大到一个情况，力不能胜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仍然去感恩呢？这个就是第一样啊。第二呢，就是在没有未来盼望的时候啊，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都绝了，即是绝望啊。我们人生的活着是为了盼望，我们盼望未来的嘛，盼望明天的嘛，是不是？我们盼望明天会更好啊。但如果你都望不到未来，都不知道天日会是怎样的，你呢绝望啊，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又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个环境，又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不可以感恩呢？保罗是可以感恩的，因为呢他都不怕面对死亡啊，是不是？所以呢，第二呢，我们看到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仍然能够感恩啊。为什么？因为信靠使人复活的神啊，他说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我们呢怎样能够面对死亡或者胜过死亡呢？就是不要靠自己，不要信自己，是要信上帝，是要靠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呢？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是会面对一个永生的神。保罗他的信心很大，他相信死人都可以翻生的，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所以他死都不怕。而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靠自己，他将他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怎样啊？绝处逢生啊！甚至乎可以说呢，他死过翻生啊，面对死亡都不怕的。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呢是灰暗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呢，仍然要感恩。第二呢，就是因为盼望主的拯救啊，我们面对死亡很可怕，很黑暗，但是主会救我们，
如果上帝救我们的话呢，我们真的在死亡边缘擦过啊。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讲见证啊，遇到危险，遇到艰难，差不多怎样呢，就要死咁滞噶啦，啊，好危险啊！其实我哋生活，我哋工作，周不时咧都有好多嘅睇唔见嘅危险啊！但上帝保守我哋啊！如果唔系上帝嘅保佑啊，上帝嘅拯救啊，可能我哋已经咧就遇大难噶啦，甚至乎好多人咧就咧真系连命咧都冇咗啊！嗱，我哋睇到咧，今日我哋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嘅乜嘢咧？上帝嘅能力。他一定是可以救我们的，所以他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他相信呢上帝的拯救，盼望呢主来救我们。而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认识神过去的拯救，所以我们才有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所以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信耶稣啊，得救啊，因为上帝怎样啊，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改变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回顾过去，看到上帝的救恩是伟大，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拯救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从罪污里面出来，所以因为他过去的拯救，所以我们就有指望他未来还要再救我们。第二呢，我们因为看见神现今的拯救而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上帝不单单是过去救我们，而且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经历到神的同在啊，神时时呢 是帮助我们，我们有困难啊，有问题啊，有危难啊，我们呼求神祈祷，现在仍要救我们啊，上帝呢是听祈祷的啊，因为耶稣说呢，敲门就被你开门，寻求就必寻见，祈求怎样就必得着，所以你随时随刻遇到危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呼求神，你向他求祈祷，上帝是此时此地此刻都是听你祈祷的，都是可以拯救你的。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无论看过去看现在，我们都会指望他将来都会再救我们的。第三呢，就是在缺乏人力帮助之下仍然能够感恩。我们很多时呢，我们做事不够胆，是不是我们需要有同伴，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人是陪我们一起啊。但是保罗呢，很多时他可能是要一个人面对啊，是很少人，一两个人啊，一两个同工，但面对呢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大的和场，好大的需要，是不够人力啊！现在普遍的教会呢都是缺乏人力了，甚至乎有很多教会呢是没有青年，没有后生一代，老化，那变成呢我们很多时要做事呢缺乏人力啊，缺乏资源啊，没有人帮助，但是我们需要做，需要为神去做。那如果我们呢不懂得感恩的话，我们就会埋怨了，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做啊？为什么人不帮手的？是不是？为什么是我才去来做啊？啊，那么激气呢，我不做了，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呢，啊，为了自己啦，啊，埋怨啦，我们呢是觉得是，为什么，啊，其他人不做，是要我去做呢？这样。但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侍奉神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说因为我要给哪个人的面，或者我要帮教会，我要帮哪个牧师，又帮哪个执事，是啊，教会的侍奉是你去为神做，都不可以说我帮神做，什么神需要你帮吗？神很惨啊，神不够人啊，需要你去帮他啊。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错的，上帝是给我们机会去侍奉祂，是神帮我们成长，帮我们去经历祂的恩典祝福啊！所以侍奉神是甘心乐意，而且怎样，上帝给我们恩典是大过我们所能够付出的，我们是还债啊，我们是怎样啊，是不配啊，
所以我哋侍奉神咧，你要将呢个重点咧，呢个中心搞清楚啊！神唔需要你去帮佢嘅，神唔需要你去施舍佢嘅，神唔需要你怜悯佢，你可怜佢嘅。啊！你以为你系哇，我系大老细啊，咁我捐啲钱俾教会啦，睇下教会牧师又穷啊，教会又即系又缺乏人力啦，又缺乏奉献啦，我捐啲俾你啦，咁样吓。上帝唔要啊，因为你嘅心态啊，因为你好似你好巴闭啊，系咪？你要施舍俾上帝啊？错啦，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上帝唔需要你施舍噶，耶稣见到一个好有钱嘅富有嘅一个少年嘅一个领袖嚟噶啦，好叻噶啦，少年得志啊，好有钱啊，但耶稣点样啊？耶稣是问他，你有没有守到律法啊？你爱不爱上帝啊？然后跟着怎样呢？就 是要求他怎样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他说他什么都守了，什么都有了，他想要得到永生。耶稣说了，你就变卖一切所有去救济穷人啊，你去救其他人啊。所以我们奉献金钱或者捐赠一些东西是怎样？是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啊。而咧，耶稣咧就话你做喺一个小子嘅身上，就等于做我嘅身上噶啦。耶稣系唔需要你帮嘅，耶稣系唔需要你施舍嘅，耶稣系唔需要你可怜嘅。但系耶稣系话咧，有好多人系好穷困嘅，有好多人好需要帮助嘅，有好多人好需要施舍嘅。所以唔怪你咧，你将你嘅金钱你有多出嚟嘅，你去捐赠出嚟，你奉献出嚟，系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嘅人。因为你坐喺佢哋身上，就好似坐喺上帝嘅身上啊！呢个就是上帝嘅爱噶啦。上帝本身系唔需要你嘅金钱啊，唔需要你嘅财贵，唔需要你所有嘅嘢，只不过点样啊？上帝俾你机会咧去得奖赏。俾你机会咧，去得到上帝嘅赏赐，得到上帝嘅祝福。所以上帝点样啊？就系要求或者系即系同你讲，你咧系可以奉献，你可以去捐赠，你可以系施予，但你所做呢啲嘢咧，系俾到其他有需要嘅人。然后上帝话啦，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会有赏赐，因为你就好似做喺我嘅身上一样嘅。但实际上咧，上帝系并唔缺乏钱，上帝咧佢唔。缺乏人，因为上帝有天使天君啊，上帝咧万有都系佢做出嚟噶，啊啱唔啱啊？所以呢个观念咧一定要纠正清楚嘅。如果你有咗呢个正确观念嘅时候，咁我哋咧就会点样啊？谦卑嘅嚟服侍神，我哋咧就会谦卑嘅咧嚟咧系啊，即系咧系感恩，以感恩嘅心嚟服侍神，嚟服侍人，就算咧系。冇人嚟做，冇人帮手，你都系甘心乐意嘅，系做喺神嘅身上，做喺一个小子嘅身上，上帝就会计你所应得嘅赏赐，将来上帝都会俾你嘅。所以保罗咧就系话，我哋要为远方信徒嘅代祷而感恩。虽然冇人帮我手，虽然我冇人力资源，但系咧我可以将我嘅需要话俾人听。请人为我祈祷。原来当人在远方祈祷的时候，神就会差派天使来帮我们的了。神就会动用周围需要的人力资源来帮你的了。所以祈祷是重要的，因为祈祷可以动神的手。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你实体你帮不到我，你实在又帮不到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不够人手，但唔紧要，你呼吁人为你祈祷，揾远方嘅好朋友，揾远方嘅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咧代祷嘅大军。有一班人咧一齐嘅，佢同心嘅为你祈祷。咁其实咧呢啲嘅祷告咧都系好宝贵噶。代祷等于咧喐动神嘅手，神嘅差派天使天君嚟帮助你，就系保罗所讲噶啦。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为了这班信徒的代祷来感恩，要为很多人所赐的恩而感恩。保罗说，好叫许多人为我们借恩，就是为我们恩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凡事借恩，
只要有人帮手的话，哇，真是难能可贵啦！有人肯帮手，无论咧系啊，喐动个口啊，讲下，俾啲意见，或者实际咧去帮你，甚至乎有人咧就系咧系用金钱嚟支持你，所以有人代祷啊，有人咧系啊俾意见啦，有人咧系啊出钱啦，甚至乎有人出力，有人愿意花时间。但一个懂得感恩嘅人，你就会纪念咧，系你周围都有好多人咧，其实咧都系有帮你嘅，都系有支持你嘅。就唔好成日都觉得咧，哎呀，冇人帮啊，冇人手啊，得我一个啊。其实背后其实有好多人帮咗你，不过有啲人唔喜欢喺口中嚟讲啊，我又帮你乜嘢，我又做咗啲咩，又做咗啲乜嘢噶嘛。所以咧，一个人懂得感恩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咧，原来咧每一件事情背后咧都有好多人帮手噶喎。当你揸车喺个路上嘅时候，你要知道咧。你未揸车上路，嗰路已经有好多人喺嗰度铺噶啦，有好多人啦流汗啊，有好多人咧系刮地嘅，系咪？有好多人咧系设计呢个交通嘅，系好多工程师咧系做呢啲嘅，即系成个呢个道路工程嘅，有好多人做管理嘅，所以你先至可以自由啊喺度揸。你揸架车嘅时候，你未买车，已经好多工程师设计你架车噶啦，系咪？所以咧，我哋睇到咧每一件事。背后其实都有好多人参与，好多人付出，你今日先至可以享受成果。嗱，依家我喺网上系讲到啦，其实背后有好多人喺网络里面做好多工程啊，做好多嘅设计啊，写好多嘅程式啊，系咪？咁我呢度咧都要做拍摄啦，要剪接啦，系咪？又要重做啦，做得唔啱咧，又要再做过啦，系咪？录音录得唔啱啦，冇录到啦，又要再录过噶。佢背后咧，你睇可能咧十分钟好简单，但系背后咧，啲人使咗十个钟头嘅时间，就系为咗你睇十分钟嘅一啲片段噶噃，系咪？所以我哋为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东西来感恩、啊、第四，我们要学会感恩、啊、神要我们学感恩，是要我们怎样依靠祂的恩惠。当我们讲到感恩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原来呢很多东西不是靠自己的，是别人的功劳、啊、是别人的付出、啊、所以保罗说，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保罗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大有能力，很多知识，是吧？他从小就已经在当时的环境受到最好的教育，但是他虽然充满这个聪明智慧，但他仍然见证他对神的依靠。他说，我们在世不靠人的聪明，是要靠神的恩惠啊。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就看到呢，原来一切都是神的恩惠。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很叻，自己很有聪明，很多知识，很有地位，很有财富都好啦，保罗给你看的就是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惠。因为神恩待你，神怜悯你，所以你有工作的能力，所以你有聪明才智，是不是？你才有好的教育，你今天有好的成就。但有些人没的嘛，是不是？有些人他想好都好不到的，他没有办法的，很缺乏的。你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力量赚出回来的，我靠自己的。但是很多时候多好叻的人，你好像以前那些亚历山大大帝，哇，几犀利啊，东征西讨，拿破仑几犀利啊。但是呢，你的能力能够维持多久呢？希特拉啊，哇，好犀利啊，发动战争啊，系咪？但系咧，你都依然系会遇到咧，你筋疲力尽嘅时候，你依然系遇到咧系会失败嘅时候，冇办法面对你自己嘅环境，面对你自己嘅健康，所以人唔能够升天嘅。上帝系最伟大。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整个宇宙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所有万有之中，我们非常之微小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靠上帝的恩惠。
保罗话：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同埋诚实。所以保罗佢按照佢嘅良心，佢知道神系圣洁嘅，神系诚实嘅，佢知道咧佢所侍奉嘅神系公义嘅，系伟大嘅，系充满怜悯嘅，充满啊恩惠嘅。而佢所有嘅聪明才智知识喺神面前啊系微不足道嘅，所以佢用佢嘅良心嚟见证上帝嘅伟大、上帝嘅恩惠、上帝嘅圣洁、上帝嘅诚实啊。咁第二咧就保罗咧劝勉哥林多教会嘅信徒咧，不要靠自我嘅聪明。保罗讲呢段说话咧，个对象咧系哥林多嘅教会。哥林多就喺当时嘅时代啦，系大城市啊，就好似我哋今日嘅纽约啊、罗省啊，啊咁啊，大城市咧就好繁荣嘅，啲人好叻噶，啊有要钱有钱，要有人力就有人力，样样都有嘅，所以教会咧自不然咧都系咧系即系咧人才鼎盛啊，好多人都好叻啊，但系咧你睇哥林多嘅书信咧就知道啦。这个教会是充满纷争的，充满骄傲的，充满人事的冲突的。所以保罗是写书信就是劝勉他们，要劝他们怎样，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就说向你们更是这样。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向你们更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你们是更加需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更加需要学习什么呢？感恩的功课，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是要靠神的恩惠。不要靠你自己的财富才干，是要靠什么？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惠。所以呢在大城市啊，或者在一个现代化先进的这个世代呢，我们更加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现在的信徒啊，个个都是哥林哥教会的信徒来的。好多哥伦哥的教会啊，又要钱有钱，要力有力啊，啲设备咧都系最先进嘅、最好嘅，而人咧就骄傲啦，个个都觉得我恩赐咧比人多嘅，啊，我咧做起嚟咧系比人咧仲叻嘅，但我哋一定要学习保罗，好谦卑嘅，喺神嘅面前唔靠自己嘅聪明，唔靠人嘅方法，唔靠世俗嘅一啲嘅。世俗的小学有些知识，它是靠上帝的智慧，是靠上帝的恩惠祝福，是靠属灵的能力。这个就是今天在现代的信徒我们急需要学习的功课，特别在这个感恩节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新反省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在神面前的一个的敬拜，我们是否能够谦卑自己依靠上帝的恩惠，而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是否能够凡事借恩，是否能够在面对压力之下，面对患难之中，面对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向神发出感恩呢？我希望呢这个感恩节在后疫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还是在疫情之下很紧张，是不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在网上大家来崇拜，那么在这种的啊，即系唔明朗啊！前途到底呢个疫情几时会结束呢？吓、啊，睇唔到前面嘅希望、盼望嘅时候，有咗好多忧虑，对自己健康啊，有好多嘅烦恼嘅时候，你是否能够睇到神嘅恩惠呢？是否睇到神嘅能力啦？是否睇到神嘅智慧啦？是否能够咧喺呢个感恩节嘅时候咧，为过去啊，我哋能够咧一路咧去度过好多嘅艰难？去到依家呢个时候咧，我哋要感恩，为过去上帝嘅保守系我哋眼见唔到嘅，喺背后嘅啊，为我哋所做嘅一切感恩。我哋为弟兄姊妹，为我哋嘅屋企嘅亲戚朋友，我哋周围所认识嘅人，佢哋喺过去在我哋睇唔到、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哋有帮我哋，佢哋有支持我哋，佢哋有为我哋祈祷，佢哋其实咧就系我哋要感恩嘅理由嚟噶啦。所以希望啊！这个的保罗是真正在患难之中的感恩，能够让我们学习到今天我们在这个防疫时期
我哋都能够咧学习咧喺疫情之中依然系感恩、仰望神、倚靠神，咁你就会经历到上帝更大嘅祝福啦。好，我今日信息就到呢一处，我哋大家一齐低头，我哋祈祷。神恩主，我哋多谢你，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让我哋能够学习保罗喺患难之中都能够感恩，无论得时唔得时，无论环境如何，顺境逆境，喺患难之中，喺压力之下，喺冇指望嘅情况之下，依然学习到感恩，依然睇到上帝嘅恩惠，而唔系靠自己嘅聪明，而唔系自夸，系夸上帝嘅恩惠、上帝嘅能力。让我哋喺呢个感恩节期间，我哋学习数算恩典，学习感恩。愿上帝赐福俾我哋每一位，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愿上帝赐福俾你。各位參加的弟兄姊妹、參加的朋友，大家好！現在是我們網上的聖餐崇拜，請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唱聖詩《靠近主》。低头，我哋一齐祈祷。亲爱恩主，多谢你带领我哋依家呢个时候，我哋一同嚟领受圣餐。愿你安静我哋嘅心，让我哋能够专心嘅跟随主、亲近主。愿你藉着呢个圣餐，藉着实体嘅饼同埋杯，让我哋能够体验到主的同在，藉着这个圣餐，让我们更加倚靠主、信靠主。求你的圣灵
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将我们的身心灵转向主的爱、主的救恩、主同我们所立的新约之上。愿主听我们的祈祷，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听我读一段的经文。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肯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晚餐，又是一个逾节的晚餐。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每一年去到春天的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过逾节。逾节是纪念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尽法老王的折磨啊，他们求呢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就差遣了摩西做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呢就降了十灾，最后一灾呢就是杀长子之灾。上帝呢是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在杀长子之灾之前那晚要杀一只羔羊，然后将这个羊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框上。这个呢就是个逾节的来历了。那么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就会越过这个的门口，凡是画了这个涂了这个血的这个家家庭，那么就是犹太人就得救，他们全家可以得救。但是没有这个的羔羊的血在门口的呢，那么就是这个是埃及人。那么灭命的天使就会入去呢，将他家里面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呢杀了。就经过这一灾之后，第十灾，法老王啊，他终于呢愿意呢是放犹太人呢出埃及。那他们呢就从奴隶的生活脱离了法老王的折磨，得到自由了。那主耶稣呢就在这个逾节的晚餐里面再一次呢是讲述到呢，其实他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因为他的牺牲、他的死、他流的血，我们可以得到救恩、得到拯救。所以耶稣在这处呢，他呢就说呢，我肯愿意在受害之先。耶稣为什么受害呢？就为你和我的罪受害、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咁然后呢他又俾到我哋有未来嘅盼望，就虽然呢一餐係一个最后嘅晚餐，但有一日呢主耶稣要同我哋所有嘅信徒喺天上喺神嘅国里面享受呢新嘅羔羊嘅婚宴嘅筵席。所以呢一个筵席呢係最后嘅筵席，所以耶稣话，我不再吃这筵席，即成就即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然后呢耶稣呢就在
在这个的预置的晚餐之中呢，就拿起那个饼，那么就擘开，那么就是带给门徒。那么耶稣说，这个的饼是我的身体，这个是象征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让我们呢在圣餐之中，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要纪念主的身体呢是为我们舍，为我们死。然后呢在逾节的晚餐之中，他们呢有好几次呢是喝葡萄汁，那么耶稣呢就拿起个杯，说呢这个的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那这个杯里面呢承载的是葡萄汁，象征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而流出的宝血呢就是主耶稣和我们所有的信徒所立的新约。无论你是不是犹太人，只要呢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得到他的救恩呢，这个约呢就是新约，就是神和你立的约了，是一个新约，我们呢是得到这个救恩，而这个血呢就可以流出来，就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咁呢这个呢就係、是、呢我哋喺圣餐之中我哋呢係要纪念嘅。藉着呢一个嘅饼同埋呢一个杯，纪念主耶稣嘅受害受难受死。然后我哋呢又要呢祈祷认罪，省察自己喺神面前分别为圣，将我哋自己分别为圣。又让我哋呢从主的话语当中思想到呢，犹大是卖主的，我们呢是不是一个卖主的信徒呢？还是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信徒呢？所以圣餐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呢是分别为圣，认罪悔改，使我们成为主忠心爱主的主所爱的门徒。好了，现在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唱主在十架。
好，现在呢我们呢是藉着主耶稣所讲的，我们呢一起呢将这个的圣餐、大家呢将小心将你的、杯呢上面呢第一层搣开，那么我们就有饼了。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就攞起主嘅饼，我哋一齐呢领受。好，我哋一齐祈祷。亲爱恩主，我哋多谢你，呢个饼代表住你嘅身体为我哋舍，因你受嘅鞭伤我哋得医治，你嘅身体为我哋擘开。受鞭伤、受苦痛、受死，今日我们都将我们的身体分别为圣，藉着这个饼让我们更加的爱主、跟随主，让我们整个人都献给主，为主而活，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感谢祈祷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咁大家要小心呢，將呢一個杯第二層可以搣開。咁飯後主耶穌又拿起杯來，就話呢個係我所立嘅新約，係我所流出嘅血，能夠赦免我哋一齊嘅罪。我哋憑信心領受主嘅杯。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恩主，我哋多謝你，藉着这个杯，藉着这个葡萄汁，我们领受了，我们知道主真是为我们流血，主的生命为我们舍，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让主耶稣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让主的生命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呢再唱一首的圣诗，求主有福。
今天的聖餐就到這一處，願主賜福給大家，請大家低頭領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和聖靈的感動與保守，常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願上帝賜福給你。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亲爱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嚟我哋网上嘅崇拜。现在系我哋家事报告嘅时候。第一，下个礼拜日11月28日崇拜之后，我哋会举行一个临时嘅会员大会，系会投票认同明年新嘅执事 Phoebe Cook 同埋 Lawrence Mann。咁啊，请会员啦、弟兄姊妹啦，预留时间嚟出席，或者你唔能够实体嚟嘅话，上 Zoom 都可以出席嘅。第二，執事會的退休會將會在12月4日星期六朝早的9:30在教會舉行，請弟兄姊妹代禱。第三呢，就是我們呢單車同樂日，都是呢12月4日的那一天，不過呢就是星期六下午2:30、在教會集合，我們呢就會呢是有這個單車的活動，請弟兄姊妹邀請朋友、家人來參加。還有呢，我們都有一個的 Social Security 的 Strategies 的一個講座，在12月5日星期日的中午、就是12點在我們的教會舉行，有兩位的講員，請大家留意這個海報呢來參加。好，我們呢都很高興，我們都有歐師傅呢、歐德廣師傅、為我們開辦這個自保衛成人班，是星期日下午3點到4點一個白堂，請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請你和 Jenny 報名，她的電話是823-0437，或者你可以上網報名都可以。第六，我們藥室團契的團友 Wendy Kwok 姊妹在12月29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已經在昨日舉行，願主安慰她的家人。第八項呢，弟兄姊妹呢、奉獻的話，可以將你的奉獻支票寄來教會的地址1108 Highland Avenue Duarte， 接著是91010，或者呢你去上網去入這個的網址都可以奉獻的。好了，我們感謝主，上禮拜我們收到的支票的總額是3905元，願上帝賜福給每一位奉獻的弟兄姊妹。好，我們今天的家事報告就到這一處，願上帝賜福給你。